在中国版图的中部地区，有两列并行横亘的山系，被称为中华父亲山的秦岭和与它相似度极高的大巴山。古人把它们统称为秦巴山脉，共同云集了从低等植物到高等灵长类动物，地球上最原始最丰富的生命。在大巴山的东部边缘，中国母亲和长江与它的最大支流汉江的环抱之下，孕育了一片神秀的新天地。这里奇峰静立，险壑争流，森林叠翠，云生雾气，两江流域的文明在此相遇，又以此分界，两山的生命在此互通往来，而又层层交叠。向西堵河等河流再次发源并滋润山野，亿万年的生物种群再次延续与轮回演替，谱写着地老天荒的生命传奇。五千多年前，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跋山涉水觅得此地，在此架木为梯，采菖百草，救民治疾，教民稼穑。人们把这个集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与中国农耕文明发源地于一体的地方称为神农架。神农架是一部记录的地球时空光影的史书。距今16亿年前，神农架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厚达4000余米以白云岩为主的古老地层。11至2.5亿年前的多次造山运动，使神农架脱离海平面并抬升隆起。秦岭大别造山带对扬子板块的持续挤压，形成了神农架奇峰兀立、沟谷纵横的褶皱地貌。自260万年前起，神农架仍然在构造运动中不断间歇性抬升，成为一山独大的华中第一高地。随着寒冷严酷的冰河时期来临，大部分远古生物灭绝消隐，神农架群起的高峰成为一个庇护屏障，为众多古老结遗物种留下一些血脉，也成为保留了造山与冰川运动遗迹的世界地质公园。历经沧海桑田的神农架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30%的地区仍然是人类的禁区，雪后弥漫着原始蛮荒的气氛。一群火焰般的金丝猴踏雪而来，腾挪跳荡，他们是从第四纪冰川走来的勇士，曾与秦岭大巴山的整个族群通衢一体。随着地质运动与人类活动的影响，神农架与巴山、秦岭的迁徙通道阻隔中断，成为一片孤绝的高地。一小群金丝猴遗落在神农架，相依生息，从最初的极少数量渐次繁衍到1400多只，从统称的川金丝猴演化成具有神农架地域特色的独立亚种，成员之间却始终如一，遵从着最原始的家族秩序。神农架是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高地，常年清凉湿润，是植物们的狂欢乐土。奔涌来去的云雾为森林众生披上了幻美的外衣。从海拔3106.2米的最高峰神农顶，到最低海拔398米的石柱河谷，相对高差2708米，形成了低山、中山、亚高山立体气候和相应气候带中的不同植物群落，构成了华中地区最完整、最典型的植被垂直带谱，依次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
暗针叶林、高山灌丛与草甸等植被类型。皆一物种珙桐，是神农架最幸运、最古老物种的代表，再次躲过了第三季、第四季两轮冰川的侵袭，将上古时代的基因图谱流传于世。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香果树、银杏树，也是药用树种。与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头顶一颗珠等众多传统草药，亘古如一，在群山间播撒着神农氏救民疾苦的情怀。数百上千年树龄的楠木啊，巴山冷山、秦岭冷山，在森林中栉风沐雨，在他们身边，年轻的树木枝繁叶茂，植物新种破土萌生，无数剂药用、食用、古老、新生、珍稀、丰富、美观的植物类型，在同一片土地上混生杂居，枝叶相连，幽密的山林流转着阅历时光的深邃光影。神农架地跨我国西部高山向东部丘陵平原的过渡带，亚热带气候向暖温带气候过渡的交叉带，是东西南北动植物过渡地带，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1%以上，几乎囊括了东至日本、南至西双版纳、西至喜马拉雅山、北至漠河的具有代表性的动植物物种。最新调查统计，有维管束植物4329种，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珙桐、红豆杉等25种，神农架地区特有植物33种，现有野生脊椎动物728种，昆虫5385种，拥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金丝猴、林麝、中华虎凤蝶等94种。神农架国土面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03%，却占中国高等植物种类的11.7%，脊椎动物种类的8.95%。神农架是全球14个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关键地区之一，是中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不息的生命，传承着地球沧桑变迁的记忆，多样的生物构成了华中第一生态高地多彩而灵动的美妙图景。